近日，南阳摩根小区业主微信群及南阳微信群里疯传这样一段视频。监控视频显示，一名男子从自己的车里下来，旁边一辆白色轿车里出来一个蒙面男子，试图把女子往自己轿车里拽拉。被拽曳的女子拼命挣扎并大声呼救，旁边又不断停车过往行人。这时，蒙面男子才松开女子，开车离开。女子回忆，白色轿车内有三人，驾驶员一人，蒙面男子和后座一人。网传真相是，该视频真相的情况是，收债人要仗找借人，且人当场走脱。目前光武派出所已立案侦查，违法行人已抓获。帮我的一个人，然后因为很黑，因为隔壁有人闹我凶，然后驾驶室里还有一个人，随时在。